大家好，我是建哥。近几年互联网自媒体飞速发展，海量数据和存储介质之间与众的矛盾随之而来。就比如说我们工作室新添的索尼 iPad Studio， 一张 8G 的卡只能拍16分钟，买附加卡又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啊。这个我们在和厂家沟通解决好了会和大家说。还有一些智能设备为了加点容量要付出极高的硬盘税，还好 iPhone 15这代总算是可以用 Type-C 了。在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上录制 4K 60帧 ProRes 视频啊，甚至需要外挂硬盘，因为太烧容量了。高速大容量的移动存储设备变得越来越常见啊，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买个硬盘盒，然后装一片 M.2 硬盘进去，自己装一个移动硬盘来使用啊，确实很方便。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买成品的移动硬盘。这节目我们就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大厂成品的移动硬盘和自组的移动硬盘孰优孰劣，以及移动硬盘有哪些使用上的注意事项。飞利浦 27M2N5510G 2K 180赫兹高刷，27寸 FAST IPS 面板，支持旋转升降 HDR400 99.1 sRGB， 德塔1小于2，适配器也改成了内置的了，价格只要1289元哦。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发烧 FPS 玩家想要更高刷新率，还有飞利浦 27M2N5110P 刷新率提升到240赫兹，100% sRGB， 价格只要1799元哦。大厂的成品移动硬盘，我们选择了一块刚出的3079，非常感谢萌创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硬盘。大家购买成硬盘的话，都可以选择萌创代理，信心保证。2TB 容量1299元的售价，说实话，即使放在现在这个硬盘涨价环境来说，也是偏贵的存在。就比如说三星自家的980 Pro， 怎么也算是消费级里面旗舰级别的固态硬盘了。2TB 的容量目前京东售价是1099元。考虑到 T9 等三星移动硬盘带有加密功能，这点我们稍后会做测试，并且盘体的做工等等都很到位，只有银行卡盘的面积14毫米厚，是否接受这部分的溢价就看需求而定了啊。其实 T9 已经比之前的 T5 T7 厚度宽度都要大一些，重量122克更是之前58克的2倍多，而很多相机硬盘的话是以 T5 T7 的尺寸做的，如果本来给相机用的话，这点需要注意一下。而用来对比的自主硬盘的选手呢，我们选择了 ITGZ 主控为 ASM2364 的硬盘盒和西数蓝盘 SN580 2TB， 两者售价分别为145和859元，加起来比 T9 还要便宜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大厂出的硬盘盒就比较贵了啊，比如说比较出名的 ROG 的幻影硬盘盒，售价高达369元，那是主控为 ASM2362 还是 10G 的速率。还有机电厂家银星的 MS12主控为 ASM2364， 支持 20G 的速率，价格也比 ITGC 同主控的贵了100多块钱。如果用这些大厂出的硬盘盒搭配980 Pro 2G 的话，似乎比 T9 的价格还要贵了。简单介绍一下测试平台啊，使用的是微星的 Z790 Edge Tan Max WiFi 搭配 i7-1370KIF， 主要是为了这个 USB 20G 的 USB-C 接口，它能够跑满这两位选手的接口带宽。另外吐槽一下，这个主板只有后置的 C 口是 20G 的，前置只有 10G。先来看一下 T9 的表现， CDM 测中顺序读写能够达到接近2000兆每秒的水平，随机读写就比较低了，分别为32和75兆每秒。连接到这块主板上的其他规格 USB 接口的测试速度如图，除了 5G 的接口因为是通过主板的 Hub 出来的，而不是芯片组原生的，导致随机性能变差以外，没有出现过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而它的对手的自主硬盘盒的顺序读写速度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甚至还要更强一点，毕竟实际带宽是受到接口限制，而不是硬盘本身。其实和直接安装在主板上测试相比，不仅仅是顺序读写速度受到影响，随机读写也打了很多的折扣，主要是因为中间要通过硬盘和主控多转一环走 USB 协议，加上不能够触发 HMB， 假如说就是目前很多像西数 SN580 这种无 DRAM 缓存的固态，它使用电脑内存当缓存的技术，导致随机读写性能下降。再看一下 HD2 的文件写入测试， T9 的缓存大约为 82G，跑完速度为1000兆每秒左右啊，这个缓速度也不低的，能够跑满更常见的实际规格的 C 口。自主硬盘由于 SN580 是全盘模拟 SLC， 基本是很难用出缓的，而实际的大文件读写中，托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福啊，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速了。在单文件复制时 ，T9 的速度就只有1000到1300兆每秒之间，缓内写入速度1200兆左右，双文件复制时候速度能提高到1200到1500兆每秒左右，写入速度提高到1800兆每秒左右。但是出缓之后呢，就回落到1000兆每秒左右。
如果连接在 10GB 的接口上，整体的读写速度会进一步的降低，单文件读900兆每秒，写700兆每秒，双文件能够接近接口的上限旁。而我们的四组硬盘实际文件读写表现明显要更好，单文件读取1600兆每秒左右，写入1300兆每秒，双文件写入能够达到满速，读取有点抽风。连到实际接口的话，只有单文件写入速度较低，为800兆每秒，其余的工况都基本满速。从各种速度测试可以看出来，记得表现并没有强过我们的自主移动硬盘，但是并不代表这些硬盘它就是智商税。比如说 T9 有很多基于安全的设计，可能是某些特殊用户正好需要的。首先是物理上的安全，T9 外面包裹了一层橡胶套，能够缓解来自外界的撞击，说是能有3米的抗跌落能力。而自主的硬盘盒一般就没有这种考量了，有些廉价的盒子甚至摔下可能就开了。搜一下有抗冲击能力的硬盘盒，比如说华硕和奥瑞克有做，但是都只有 10G 的速率。其次是硬盘加密， T9 可以通过三星魔术软件开启加密，开启后每次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访问内容。安卓手机上通过三星魔术软件也能够实现相同的功能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暴力破解或者读盘。当然这个加密功能还是挑手机啊，苹果和部分的安卓手机它就会用不了这加密软件。最后是温度， T9 长时间读取之后的软显最高温度51度，外壳44度，而我们自主的硬盘就比较烫了，光是外壳就能到55度，软显最高92度。这还是室温20度的情况下，想象一下你考完一大堆数据之后，用手抓硬盘盒准备放入口袋走人啊，这个时候两者的体感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热，另一个就有些烫手了。而且有些 Mac 用户和相机外部用户可能会需要便携的硬盘，三星在 Mac 上也有做出相关的软件。高速移动硬盘虽然用的爽，但是有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给谁用才能发挥全力。我们测试所用到的 USB-C 口，现在叫做 USB20G， 这个已经是优化之后的名字了，曾经的它叫做 USB 3.2 Gen 2 Gen 2。 20G 的 C 口在目前台式机中高端的消费级新平台上基本能见到，有些甚至不止一个，但是很可惜的是在笔记本电脑上却鲜少见到这个规格的 C 口，基本上都是 USB 3.2 Gen 2及 10G 的速率。有些高端机型会搭载 USB 4或者雷电 4， 两者的最大带宽虽然能够跑到 40G 啊，但是实际上相关协议里只强制要求支持 USB 3.2 Gen 2， 对 USB 3.2 Gen 2 Gen 2的协议支持是可选项。而 USB 4 Gen 2 Gen 2和 USB 3.2 Gen 2 Gen 2的编码方式也不一样，互不兼容，也就意味着这些看似很高速的接口用上了 T9 之类的硬盘啊，实际连接速度可能就只有 10G 了。我们手头没有这么多可以测试的笔记本就去了南京万象天地的联想莱酷生活旗舰店，这也是联想官方直营的店铺，不仅开在高端商场里面，环境很好，而且展示机型很多，线下和线上同价店里就有联想的维修站，方便去加装硬盘之类的，我个人觉得甚至比线上的购买体验更好一些。借用了他们的机器测试了一下，一台带有 USB 4的 Yoga L14S， 三台带有雷电4的 Yoga Pro 14S、 小型 L14 和 ThinkPad X1 Carbon， 发现我们测试的几台带有 USB 4或者雷电4的笔记本连接 T9 的话，确实只能支持到 10G 的传输速率。对于笔记本用户而言这些 20G 的移动硬盘确实很难发挥出全部实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记本用户就没有更高速的产品可以选择。支持 USB 4和雷电协议的硬盘盒我们也买过来试了试，比如说这块主控为 ASM2464 的硬盘盒，搭配 SN580 硬盘连接在 USB 4或者雷电4的接口上， CDM 的测试最高速度可以跑到3700兆每秒的速度，实际读写多过大文件的速度则是接近1800兆每秒，和 20G 的横盘盒是差不多的，就是价格来说相对贵一些，这款要260元。而且这款 USB 4硬盘盒连接台式机的 USB 20G 接口上时，连接速度可以正常的跑到 20G。 看来 ASM2464 这个主控也支持 USB 3.2 Gen 2 Gen 2的协议真有台式机和笔记本之间共用高速移动硬盘的话，可以考虑这个选项。一些别的移动设备比如说手机相机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很难支持到如此高速的接口，比如说 iPhone 15 Pro 是 10G 的，所以说实际购买硬盘的时候还是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环境去选购，并且需要做好在某些设备上没有办法运行到满速的准备，或者就干脆购买 10G 的硬盘盒。省钱不说，还有2230的规格可以选，可以搭配类似于西数 SN740 2230版本的硬盘，大大缩小携带的体积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三星 T9 的移动固态 2GB 版本其实相比于T7 的固态官方价格大概贵了200元，主要的升级就是接口速率从 10G 升级到了 20G，
保修从3年升级到5年。外观方面呢，它为了防跌落啊，体积大了一圈啊，比 T7 快2倍的重量啊，造成了一些之前的相机硬盘容就没有办法兼容 T9 的情况。价格方面啊，虽然比自己 DIY 硬盘要贵一些，但是我觉得对于数据安全比较重视用户啊，2TB 199元含有的溢价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3米的防跌落测试我们也测试了。而且这种厂家的一体式固态啊，温控方面也比自己 DIY 的硬盘盒要好很多。关于接口速率从10G 升级到了 20G 啊，那肯定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啊。其一， USB 20G 的接口几乎只能在较新的终端台机主板上看到，大部分还是在后置接口，而前置 USB 20G 的拓展接口基本要在比较高端的主板上才有搭载。连在目前笔记本上主流的 40G 带宽的 USB 4和雷电4，我们测下来不管是 AMD 还是英特尔平台都只能跑到 10G 的速度，这个就导致想用上这个 20G 的速度基本上只能在台机上实现，条件苛刻，使用成本比较高。其二，即使是在台机上使用 USB 20G 的接口由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问题，实际上单个文件的读写速度也就是1000到1200兆之间，相比于实际的 T7 并没有明显的提升。那这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会选择成品的固态呢，还是选择自组硬盘盒呢？欢迎留弹幕与我们交流。喜欢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速赞一下，因为我们是全职 UP 主，你们三连对我非常重要。观众也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赞我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安客 CI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黄店长安公司数码或者淘宝搜“长安客”。长安客，我们下次见，拜拜。